vlog， 那时候准备考研，手机记忆体一直快满了，录了一台新的相机，是不是很碎？来记录一下我的大四生活，现在正在赶路中，要去一个录音。是真的要去了。我们现在来录一个音乐，耶！这是可爱的幼宁。Hello 你的军靴，我们的服装，心里非常的努力。大家，刚刚录音加试妆结束，本想要上大师班，现在回去休息一下，吃了晚餐。起雾啦！刚刚录完音，就是还算顺利，但是其实录音就跟现场拍戏演戏的感觉一样，就是你要现场调整，然后现场表现出刚调整好的样子，很快的消化吸收，就是其实压力都还蛮大的。对，但是还好都在时间内完成，然后也交到一些好朋友。我要内用一个蒸烤猪，应该都没差吧。这次大师班上的是波西米亚人的穆塞达。大师班回到宿舍的交谊厅，好累哦，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但是还是学到满满的一天哦。我一开始在唱的时候有点紧绷，在收以上的声音会很放松，但是收就是会比较紧，但后来就想到哦，这边应该要再放松一点，然后就抓到一些感觉，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但是也是很快乐，在唱然后在演戏的时候。这应该就是今天的一个小
vlogs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剪得出来，但是在这边要对自己说一声加油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多多的订阅支持我哦，耶、谢谢。那我们下次见，希望是不远的将来，拜拜。Your eyes look like the stars, the sky is jealous.